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在写字楼上班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上班高峰期挤电梯的压力不亚于在北京挤地铁六号线，尤其是对于上班要打卡的职员而言，错过一部电梯或许就意味着错过一个月全勤奖。更着急的是，人流如织的高楼大厦里电梯数量有限，还要层层停站，如何最快接到你？或许你该试试双子电梯，直接为你安排最高效的乘梯路径。蒂森克鲁伯电梯一直关注高层建筑的垂直交通问题，并适时推出了高层建筑解决方案——退运双子电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在一个井道内安装两个轿厢的设计，互相独立的运行，零拥堵。两个轿厢可以同向行驶，也可以反向行驶，不会相撞，也不会拥堵。此外，电梯由目的楼层选择控制系统统一控制，乘客等待电梯时不再是按上或下的按钮，而是直接选择要到达的楼层。电梯能够根据乘客输入的目的楼层，将乘客智能分组，调配距离最近的轿厢前来迎接乘客，并直接前往目的楼层。并且双子电梯利用磁悬浮技术，不再受传统缆绳制约，且能实现轿厢纵横双向运行，带给人们从空中穿越而过的震撼感。而电梯运输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乘客在高峰期平均候梯时间仅为改造前的三分之一，平均等待时间和平均到达时间相比改造前缩短了200到300秒，整个运行效率提高将近200%。目前蒂森克鲁伯电梯客户遍布150个国家，2017到2018财年全球销售额达76亿欧元。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